最后一题，代表谁会问呢？哈，来，谁会问？那我们先问清楚一点，所以呢，我要送多一点。好，来哦，请问一下，在台湾观光区游乐协会里面呢，对不起，台湾观光区有一个主题乐园，是全台湾最早设计摩天轮的乐园，是哪一个乐园？好，大家猜一猜啦，在台湾观光游乐协会里面有一个乐园，就是很多优惠在里面。最早设置摩天轮的乐园是哪一个乐园？它是先驱，也是第一哦。来来来，还有两只歌，大家一起来观赏，降龙献瑞，福气满满，主灯笑，耶、yeah!Face